跟你讲过多少遍了，要不要这么笨啊？阿姨您好，我是您孩子的同事阿明。小佳的同事？对，我打这个电话给您呢，是有个急事要跟您讲。小佳她出事了。啊？那小佳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能让她跟我说句话吗？小佳她挺严重的，刚刚就昏过去了。阿姨您赶紧把费用转给我这个账户吧。好，好，好。被骗了那么多钱，你怎么不知道先打电话问我一下？我以为。你以为？跟你讲过多少遍了，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。是真的。真的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要不要这么笨啊？妈是担心。小佳，阿姨把糖给你，你跟阿姨走好不好啊？不要。哦，为什么不要嘞？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。小家乖，但是妈妈喜欢吃哦，来给你。妈，以后有我在，就不怕再被骗了。